艺文特区以桃园展演中心为核心，一向是桃园市最受瞩目的生活圈。生活圈有大大小小近十座公园，学区也是艺文特区的一大卖点。特别是慈文国中，让不少家长为此致惨。交通上有国道客运通往台北市区，开车可经由春日路串联国道一号，经国道二号可接国道三号，南来北往方便。去年底捷运绿线动工，区内有 G10、G11 两个站点，未来绿线可直达桃园车站、桃园国际机场。绿线工程师座拉升购屋信心。中古屋市场成交主数成长1到2成，60%为桃园本地客，40%为双北客群，以总价1500万内三房含车位产品去化最快。艺文特区发展超过10年，面积不大，可见树地不多，推案以成屋为主力。近期有丽晶花园广场为少见大基地产品，艺展寒月走路1分钟到中正公园，还有紧邻同安国小的成屋案李白赏，都是线上热销的建案哦。